肥肥肥，打到啊！他这个到底是1.8就好，还是没有没有？他可以他可以分数，其实是要集气。哦哟！分数太难了，这一场狼人已经大优了。我怎么蠢狼啊？啊，不对，因为你蠢了。好多蠢的，太多蠢了，蠢！只有25%哦，所以这四个人都是非洲人。我还得去赢场哎！好非洲啊！几率这几率是不是太高啊？快快！运气是否有点高呢？有点高啊！哦，没有，他好像是每个职业，然后自己，然后再算25%这样。对啊，还是哦，就自己的25%呢？对啊，所以就是这四个人就是非洲人啊！九抽不到好东西啊！对了，而且理论上九个人去除那个25有没有？也不会是四啊！还好我第一天不，还好不是准忍者，不然我第一天被少爷干掉。真的哇！所以也还好那个繁星，你的那个药水没有丢中我。对啊，你丢中我我就死了。巧克力打，我刚对对，我刚蛮要丢小雨的。那小心，我超怕的，我超怕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个 YT 会加成那个几率啊，有没有？哦。快点啊，对不对啊？小心哦，大家不要当蠢蛋哦。嗯，好可怕。九起，哎，不要再打了！谁在打了？洋洋很可怜了啦。哎，怎么是我？巧克力，我跑走了，我跑走了。巧克力，我要走啊！我要走，我要走。雨月，你干嘛？雨月，走了。我习惯了这一栋，这是我习惯了这一栋。环境什么？我是狼。哦，不要靠近巧克力。我有用啊！我预言家，那我预言的人啊，有没有村民？有没有村民？预言家吗？我是人类啦！有没有村？有没有村民可以换？预言家吗？巧克力。我预言家。我才是预言家哦。你才你狼人吧？哎呦，你才狼人吧？哎呦，你狼啊你！哇，哎，繁星也死了，我人类啊！可是你还是要死。我验狼啊！我只能带一个了。我是人，是人，所以你是蠢的。狼人记得杀团团。所以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不是跳预言家？是，我是预言家。我走了。你走了，哈基，至少带了一个人。怎么了？他在我面前变身了。好，哈基是狼，然后我在你面前，我在背后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验杰瑞也是狼，所以是哈基跟杰瑞两个。不是，就是了，我是预言家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搞我是蠢的啊？哎，对啊，你蠢的验任何人都会是那个，你验任何人都是蠢的。没有没有，对，我是蠢的，那也是有可能啦。救命啊！我听到杰瑞是不是叫了一声啊？没有，你叫什么？他是不是打我没打死，在喊救命啊！我用了暂停，刚才杰瑞是不是叫了一声？我是真预言家啦，我那个是无敌的，对我是真的。伙伴们加油！哎，这个我不是要是蠢的吧？为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可以再多杀一个，你可以再多杀一个，我死了。再杀一个。哎，其实里面两个都可以杀你，可以还可以再杀，你还可以再杀。讨厌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杀不死的？现在是哈基12哦，我又蠢了。刚刚只有影月死掉。哎呀！怎么那么多人在打？哇，我打不死杰瑞，没关系，杰瑞放他那个，你躲起来。现在又一对一了，一对一。救命啊！我看到小雨了，下一个不要追我，不要追他，追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小雨快跑！不要，你们谁是狼？我是狼，小雨是狼，小雨是狼，等一下，要让他们活的人说。你那是是狼还是小雨是狼啊？我是狼。你走开！你看谁抢？哇！哈基！哈基！蠢狼哦！没有，你是真狼啊！不是，你不是打死人，记住！哎，巧克力，你为什么是蠢村民？蠢村民？哎，蠢村民？蠢村民？
你到底是楚云是蠢还是蠢？我谁？你是还是还是蠢村民跟蠢狼啊？哎、欸、然后等一下、啊，我是蠢村民，啊、可是我刚刚看，嗯嗯。我白天记得我看我自己是狼啊！那你是什么？啊？哎、欸啊，我要骗杰克啊！我说我故意说我是人啊！哦、所以其实是繁星才是狼这样吗？可是他对啊，巧克力也说他看到不是他也是狼，他说看到讯息是狼是哦，所以我看错了是不是？老、师，我没有，因为我是蠢村民嘛，所以我刚以为我是狼啊。所以这一场有第四只狼，我们人类还是获胜。觉得蠢村民会看到其他的职业啊？哦，好酷哦！不是，好聪明哦，是这样吗？不知道他里面书里面没有蠢村民啊？没有啊，对，没有啊。最后面就有写那个蠢村民，然后就只写哈哈笑你，他只跳过，对，他只跳过哈哈笑，对啊，笑你。如果你真的看到是狼的话，那就是很厉害的职业了，真的。对不起，我好蠢，真的是混乱中立。巧克力，你往上滚可以看到你的职业吗？对对对，我往上滚是看到是村民的。哦，对，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我刚刚看，我误以为自己是那个狼人呐、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村民看到成蝶职业，还假当狼人啊。啊我累了，我累了，累了，当狼当习惯了，真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次报名式的玩法，那个狼人一次都没有获胜，狼人太狼人了，九个人里面有三狼都还是无法，对，真的，白天的报名那个票人太混乱了，掉了剑太可怕了，白天死人更多，对啊，而且直接把人砍死，不是，主要应该是白天一次死三四个，怎么玩？白天很强，然后反过来狼人晚上其实杀不太了人。嗯，对，嗯，即便对方不是忍者，也很难砍死，会比较难。可是你要加丘比特第三方、嗯嗯，没有。我们接下来是那个啦，辩论式的哦，辩论式，哎呦，讲话的，可以稍微看一下辩论式。我没有玩这个，对，好像是晚上的时候，狼人选择杀谁，就那个人好像是一定会死。嗯，对，那白天的时候应该就是跟桌游一样、嗯，白天的时候所有人可以选择一个人去票，应该啦、嗯，对、嗯。但是反正就是晚上看起来就是一定可以选一个人去票死、嗯，那记得你们要选同样的人，嗯、好不好？嗯、然后猎人的话，每晚可以选择陪葬者，只要你晚上死或是白天死的话，对方也会跟着一起死。狼猎人哦。对，感觉有点像是有点像美猎人，对哦，对啊，预言家就一样，可以预言对方，好吧？啊，蠢的都不管，我们就先没有蠢的，嗯。好。那女巫呢？晚上可以选择救人或者是杀人，但这个能力比较像医生啊，比较像医生。哎、欸，他只能用一次、欸，哎、嗯，不晓得是像桌游一样是两瓶药可以各用一次，还是就只能用一次？嗯，还是他一直是一晚只能用一个。嗯没有，他说其他晚上跟村民一样啊。对，他说用完之后就变成跟村民一样。对，所以他找不到一瓶还两瓶啊。哇，这样只有一瓶而已。对，可能就是一瓶，看你要拿去杀人还是救人。哇，这蛮硬的、啊。没有那个，哎、欸，作者说各用一次啊。哦，各用一次。哦，各用一次。就女巫跟桌游一样，就是有两瓶药，但一晚只能用一罐。好，嗯、应该是一罐只能用一罐，然后用完的话就跟村民一样了。嗯。然后、嗯、忍者。再看一下哦，晚上时可以选择让自己回避所有杀机。忍者的话，他有一个也只能用一次的技能，就是你使用那次技能，你晚上就一定可以回避，不会被杀掉，但就只能用一次。所以你就觉得尽管味道怪怪的，好像自己会被杀，就赶快用一下。好像有人走过来了，赶快用一下。对，那就先一般的来玩玩看哦。OK， 好，那就看一下哦。那忍者就一个就好了。好，就三个狼，一个猎人，一个预言家，一个女巫，一个忍者，两个村民。嗯，好，两个村民。然后，哎、欸，设定模式，辩论。这个时间要设多久比较好啊？这好，我在想，很难是。他晚上都只有三十秒而已。一个人一分钟还是全部一分钟？没有，就全部。没有，是全部。全部。对啊。
包含投票吗？包含，包含。哇，那我白天要设长一点，设长一点。他这边写啊，由辩论式变成白天三分钟，晚上三十秒。就晚上狼人做事情只有三十秒，那白天我们有三分钟可以聊。有点短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尝试一场看看。第一场先试水温，试水温，好不好？那就来啊！哦，别再打了，别再打了，没有用啊！别再打啦！所以现在是狼人杀人的时间。对，对。所以其他职业也可以选择。我们那也不用动啊，不用动啊，因为不能打。对啊，对啊。没有，可是因为有的职业有输，有的没有输，像那边拿输的东西之类的。哎，对，可以拿看到人家拿输哎。所以要么就一下吧，要站各自角落吧，站各自角落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团团团团团团被杀了，哎，我死掉了，团团遗言死了，对啊，那你可以讲一下遗言。好，第一天的遗言，我刚刚第一碗验的是巧克力，巧克力是好人，好。哦，精髓。好，哎，精髓哦，死掉的人的精髓哦，我一定是好人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们要票的人也只能透过白天的时候。我觉得，哈记陨月必有一狼。啊？我？为什么？这你要有个根据啊！因为你们住旁边啊，你就一定看他不爽啊，对不对？平常有没有团团不洗碗？有没有气气气气气杀他？捅他！所以刚刚是先。把团团票出去的意思，对，先杀室友。对啊，先杀室友。阿静，你跟你讲，我手肘碰不到，所以我不是狼。他短手狼，短手狼敢摸不到东西吗？不是，职业跳一跳啊！阿静，你什么职业啊？我职业啊，我村民。村民，注意是村民，不是平民两个字，是村民哦。啊，那村民死了没差，你是村民就去死吧。什么？巧克力特别奇怪，一直想要好人去死。哎，我是唯一精髓，你还质疑我？精髓啊！可能自刀啊？是会不会是团团跟他自刀就会有预言家跳出来啦？可是现在没有预言家跳啊？对啊，没有人，就是有反，没有其他人悍跳啊？那他就已经真的没有人跳啊？有人悍跳预言家吗？给你们机会啊！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有要报啊，有要报啊，我查了，有没有自爆？有没有自爆啊？有要自爆啊？有自爆啊？那陨月什么职业？啊，平民啦，两个都跳平民哎，平民也只有两个。我先讲一下，上面是写村民哦，不是平民哦。我是村民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讲村民怪怪的哦。那没有，没有平民这个东西哦。我从刚刚一直都在这边没动哦。对，我看着繁星的那。影月，选择影月，选择，为什么选择我？我很难过，因为你讲话就怪怪的。还有没有平民跟村民要跳的啊？本来是没有喽。我觉得这样职业一个一个往下看，说不定就可以啊。交易什么？啊？你什么啊？不告诉你。你为什么害怕了？晚上就知道了。你这样不做好，我怕女巫会毒你哎。好可怕！你这样说不定女巫会毒你哎，你要小心啊。不会，不用担心。投影月吗？巧克力就是对啊，投影月啊。我就团团宴的精髓了。我说投影月，投影月。过。你也死了，也死啦！噔噔噔噔噔！哎，啊，怎么了？我昨天直接讲一下，反正趁晚上我也可以讲。那个女巫的药只能用一个，哦，就是解药跟毒药只能用一个。我是女巫，所以你真的是女巫啊！我好屌！我刚刚原本想要毒杀，我刚第一天救自己，他救人也很霸气，就是他不能知道谁死了，就你直接要用。对，所以等一下你们票小雨。哦，所以说他比较像意思了。第二天死了就第二天死了就没有遗言了，只有第一天死了。我该讲的都讲了。什么东西？小雨，我们是鬼魂，是鬼魂群，是鬼魂群聚，是不是？你们活着人自己聊吧。哇哇啊！小雨嘞？哈？他躲起来杀人，
哦，我没有躲起来杀人，就你，就你，觉得我们那个四神啊，四神就输了那个设定，他好像没有，刚刚没有没有突变，就是全杀才对，要全杀，这样很难诶，不晓得，来看看。我不知道啊，我觉得这个狼人好难当哦。这是自爆发言了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是不是可以直接进下一晚啊？我们可以投他了吧？投投投，对，投他了。那投他了吗？不行吧？有吗？小雨要再辩解吗？你要辩解吗？那问，不知道该怎么辩解。那确认一下，就是你是狼吗？那你会知道自己伙伴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所以狼人连自己伙伴是谁都不知道啊？有一些手段可以知道，可有一些手段可以知道。嗯，所以你果然就是嘛？没有，他都已经知道了。我们想说了解一下这个怎么玩嘛？不是已经讲了吗？深入了解，深入了解。真的知道吗？打死会怎样？会打得死吗？会啦。